今日同大家嚟呢个地方，风景靓到极，仲有得免费试食。哎，有得试食喎！除咗有小桥流水，呢度嘅建筑风格仲系古色古香，好似穿越时空去咗古代一样。皇上，你嚟捉我啦！呢度仲有好多维护得好靓嘅植物，可以慢慢欣赏。二小姐头先话佢系水仙，我哋纠正佢。Cut！呢个就是野生鸡骨草啊，新鲜的黄皮我就食过啦，干的真系未食过。蜜糖冇限期噶，系咪真的？唔好倒泻啊，倒泻扣人工啊！你哋走水货啊？我系分装啊喺度。系啊，最后你睇下我哋大丰收啊！今日嚟云泉仙馆，呢三个福禄寿就系呢度嘅地标。之前就介绍过云泉仙馆有斋食，但系如果未睇过嘅朋友咧。就可以睇下呢度嘅餐牌，呢度价钱唔贵，食斋亦都唔错。又或者可以睇翻我呢条片，参考下食斋嘅内容。呢度虽然食斋咧就好出名，但系我哋今日唔系嚟食斋，我哋系嚟买零食。嚟云泉仙馆，当然可以欣赏下呢啲咁靓嘅风景，周围都系古色古香。好多人嚟云泉仙馆呢度，都唔知道原来可以上楼上噶噃。以前的皇帝就是倚住这些栏杆去欣赏风景，看他的天下啦。点啊？以前的贵妃就是在这里等皇上来，是不是呢？上到来在这里拍张照打卡都不错的。除了拍照还有得欣赏，这一嚿究竟是马骝还是云石呢？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个言话我知啊。由那边走过来之后，这里呢就有一片荷花池，现在是五月份，荷花未盛放。如果到六七月的时候呢，荷花盛放，这里就会很漂亮的。你看大家在看什么？就是这个百合、啊。二小姐刚才说它是水仙，我们纠正它。Cut！ 你放心吧，这个镜头我一定会出街的。水仙也好，百合也好，这一盘呢就真的挺漂亮的。穿过云泉仙馆之后，来到这里呢就是云泉仙馆的后门。呢度有啲附近村民开嘅排档，卖嘅系食品杂货、干果零食，仲有得免费试食。诶、哎，开系20年。吓、啊，有20-30年啊？呢、這个秋葵几多钱啊？30蚊俾4两你，60蚊有半斤。4两啊？呢个系脆脆地嘅，脆嘅，系好脆。有冇调味噶？冇噶，冇盐冇油，乜都冇。你试唔试阿妹？你嗰条咧？哦哦，系咪你中意啊？你未试啊？系咪？诶、哎，有得试食喎。嗯，是不是好味啊，细佬？咧，阿姐姐试唔试？牛腱汤系啦，呢个系乜嘢啊？红菜头啊，红菜头，红菜头点样卖啊？肝补血一样，3两25蚊，牌子唔同。呢度系兴呢啲噶，冇办法。好脆噶喎！你试埋冬菇。老板娘话呢啲全部都系冇调味，系用干果机脱水而做成嘅。相同价钱嘅，亦都可以每样要少少，凑够3两亦都得。30蚊4两烘干的秋葵就有咁多，脱水的士多啤梨，不知道大家欢不欢喜？呢度就是40蚊3两。荔枝哥哥好唔好食啊？咁呢个又买3两啦，好唔好啊？3两即系有几多呢？呢度就是3两40蚊的士多啤梨，大家几踊跃。而家就算平日咧，都好多人喺度买噶。呢个是用玫瑰花腌过的话梅肉啊，20蚊半磅。有冇玫瑰花味啊？好清新的花味，喜不喜欢啊？这个买少少好吗？这里就是半磅啊 ，OK 啊，好，又挤埋一齐，一阵先计数。35蚊半磅的芒果干，这个有冇腌过噶？呢啲冇腌过噶，都系冇腌过啊。原生噶嘛，未有咁样味噶啦。你我试一嚿仔先，好唔好？系好啦，饮饮嘢啊，姐姐，系喎，冇嗰啲糖粉嘅感觉。呢个咧。是啊，老闆介紹的水蜜桃啊，軟淋淋的，好味，就是這個水蜜桃啊，30蚊半磅。我現在給你選擇，要水蜜桃還是芒果乾？兩樣都要。好，一於這麼說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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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我們今天就買了這裡這麼多的。185蚊而已。是，剛才老闆說有東西送，送些什麼好東西給我吃啊？你是不是喜歡吃水蜜桃啊？是啊，你猛說水蜜桃。我喜歡水蜜桃啊，好正啊，水蜜桃。這裡還有村民自製的洛神花胎菊甜菊葉茶，還有羅漢果野生雞骨草茶，每一支就是10蚊而已。
八仙果大家就食得多啦。原来佢嘅原材料咧就系叫做骨红果。呢个骨红果嘅好处咧就系久咳不愈，化痰止咳，喉痛声沙，20蚊半磅。真系震到咳。嗰度有啲特别嘢，你过去影下。百香果脆脆有咩好处呢？有维他命 C， 系啊，消滞解痢啊，味道一流。4两系30蚊。你试下咯。真系嗰、那个perfume food 嗰啲味道咯，以前果嗰个味道。咁佢可以冲水啊，摆落樽水度10粒咁样咧，就可以冲到啲。你食埋啲嚟饮下，啱咁样。冇加糖。你如果你话想要甜啲，你自己加少少。咁好玩。是喎、啊啊、好像去泰国喝那些热情果咁样啊，但当然就冇咁甜啦。哇，呢度就4-30蚊，哇，可以冲到十几支呢啲咁嘅嘢喎。系啊，系啊，发达啊！天然山寨无糖龙眼肉，头先我试食过啦，有少少中国龙眼肉嘅味道，呢、這个都唔错嘅。我又冇得要20蚊啊？呢、這个可以可以。系啊，试下。呢、這个就系即食黑豆，黑豆嘅好处呢就系乌发补肾，松化味美，15蚊半斤。咦，你咁嘅样嘅个黑豆？唔系黑豆啊，又食咗第二样啦，话咁快。罗手乌金桔啊！除咗干果零食之外，呢度仲有煲汤煲凉茶嘅材料，野生嘅鸡骨草，唔知大家见过未呢？有清热解毒作用，20蚊有5扎。嚟呢度买干果零食，唔知系好味，仲系有人情味啊！大家都喺度七嘴八舌咁谈论紧，头先我哋买嘅嘢有咩好处？除了刚才那些干果之外，这些档口还有卖本地有机菜，有香蕉，有番薯，有薯仔，番茄，每样都是3-2个。没错，现在很少煮嘢食了。是啊，如果家我有煮饭，我就帮你买。你今晚煮啊、真是几识做生意啊你。啊，我想问一下你们这里呢，这些档是开几点钟收几点啊？9点啊，你开9点钟啊？咁下昼咧，大约系4-5点，太阳落山之前就翻屋企啦，真系好啦。你哋走水货啊？系分装啊喺度。系啊，最后你睇我哋大丰收啊，有秋葵啦，呢、這个系红菜头、百香果、水蜜桃、龙眼，哇，呢啲唔知系咩嚟啊？花生蛋卷，哇，下边呢、這个士多啤梨、水蜜桃、士多啤梨、芒果、秋葵。哦，这个是牛奶椒，这些是什么来的？汤包啊。汤包啊。你煲的吗？哇，看你不出我大小姐煲汤是吧？哎，烧焦。好了，今天真的大丰收了。看、还有啊，这边啊。哇，喂，你买了这么多，不如你在口头那里你开一档吧。哇我们要开一档你就赚钱。你现在10蚊买回来。几多钱卖翻出去有着数啊？100蚊。哇！哇，呢个奸商嚟噶呢个。5000蚊。去埋嗰边睇啊，有蜂蜜啊后面。蜂蜜啊，好过去睇。喺前面嗰几档行过嚟，呢度有一档好得意噶，叫做新泰农庄中正蜂场。哦，就系呢个啊，我好似认得佢啊。又系幸福男咨询时候啦，呢度咧就有3种蜂蜜，中间呢个咧系菊花蜜。蜜蜂采蜜嚟自菊花，所以就叫菊花蜜啦。左边呢个就系琵琶蜜，采蜜嚟自琵琶花嘅就系琵琶蜜啦。最右手边嘅就系荔枝蜜，带有山果嘅甜味。蜜糖下边呢啲结晶就系葡萄糖，越多葡萄糖成分嘅咧，结晶就会越多。蜜糖咧，真嘅蜜糖咧，唔需要挤雪柜噶，系咪啊？唔需要，我只要摆喺干爽嘅地方，可以挤几耐嘅。蜜糖系冇限期嘅，蜜糖冇限期嘅，系咪真噶？真噶，你可以上网睇下噶，蜜糖冇限期噶。哦，好多谢你呢个资讯啊。另外呢度仲有蜂巢，呢一个咧就系200蚊。隔篱呢个就系老蜂巢，蜂巢嘅好处咧就系治鼻敏感啦、咽喉炎。根据职员讲，早晚一次，每次一小片就会有呢个功效啦。正当我哋想买支230蚊嘅琵琶蜜翻去食，阿姐姐叫我哋唔好咁心急，钱都攞埋出嚟啊！阿姐姐话你试咗先，唔好俾钱我住。因为蜜糖都有得试食，仲可以用30蚊买一支蜜糖水，睇下啱唔啱饮。先用一支原封未开嘅矿泉水倒少少出嚟，唔好倒泻啊，倒泻扣人工啊，老板系嘛？熬匀咗就跟住可以饮得噶啦，嗬。佢有卖天然嘅姜黄粉啊！呢个好处就系消炎止咳。新鲜嘅姜黄切开咗之后咧，就系咁样样嘅，闻落去就会有少少花香味。
亦都系煮咖喱或者东南亚菜嘅主要材料。即系印度人咧，佢嘅咖喱就有呢个姜黄嘅成分啦。呢个咧就系新鲜嘅黄姜，除咗用嚟煮餸做香料，仲可以驱蚊防虫。而家由大小姐嚟示范下，即场咧用啲黄姜搽一搽佢。黄姜姜黄嘅得，但系姜黄咧随身携带啊，咁要收埋佢先。咁呢个姜黄粉。这个呢就$180喝得啊，半年咁大壶水，用三个匙羹仔就爱嚟保健，系啦，一个匙羹咁大杯就爱嚟治疗，治疗咩话唔记得，治疗喉咙痛啦、咳啦、有痰啦、流鼻水啦。咁荷包收缩有冇得医啊？荷包收缩咧都得医，因为咧你唔使睇医生嘛，呢、这个悭咗好多噶，又系喎、哦。我相信咧，呢姜黄水咧，除咗治疗你嘅哮喘咧，其实咧系增加智慧嘅，系喺度卖嘅时候帮助你转数快。正当我哋想走嘅时候，喺云泉仙馆入边见到只粉红色嘅蜻蜓啊！好彩我用咗 Honor Magic 6 Pro， 咁先至影得到。大家嚟云泉仙馆就可以喺粉岭站嘅 C 出口明都侧边，就会有52号 K 直接嚟到门口噶啦。而呢度咧都有20-30个车位可以免费使用，不过假日咧就会比较多人啦。出翻市区，亦都可以喺门口呢度搭翻79号 K 去粉岭站嘅。咁就轻轻松松半日游啦。希望大家中意呢条影片，最紧要留言赞好，同埋分享俾你嘅朋友，约埋嚟云泉仙馆周围行下食下啦。拜拜。